叫做崩塌。他就是人如其名啊，我们就是以他的那种型来把他命名。他这个外貌可能在爱情的路上永远是被骗。他很挑，他要腿超长的那一种。然后他那时候为了那个女生哦，就是他爸赚钱就很辛苦了，他开着计程车，他还开他爸计程车，每天去接那个女生。啊，有要求。那结果呢？后来有结果吗？后来女生可能就不理他，有可能有让他爽一下吧。爽。那就 OK 了。OK。我出力的，对对。我是听他这样说，我是。那你就被当成工具人了。对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像宪哥说的那个因果，他还不想梦醒，我们就跟他说这不对。希望是一场永远醒不来的梦。他给他超多钱的。爱你爱我，爱你爱我，我们爱这个错。结果那个女的要的竟然是你的钱。嗯，说的我也没有钱啊，但就仅有的所有的钱都给他了。哇，你怎么会那么爱那个人啊？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很像有被下降头。遇到女神，女神对，心目当中的女神发着光，然后就你应该也有机会可以照到镜子嘛。哎，不能那么痴情啦，对不对？痴情男子汉，真爱不是这样。你也先当朋友，然后朋友之间有朋友的一个限度，然后慢慢，彼此突然间了，烈女怕缠郎。可是他以前有六块肌的时候，什么？没有吧？什么？有的六块肌现在变成土石流，怎么可能？他六块肌的时候玩很凶，他以前是个坏男孩，小 bad boy。对，然后 bad boy， 结果他现在。就是变成这样后，他就被骗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退掉的男孩，退了心路，一蹶不振。那现在变明星的总也有一些粉丝吧？有吧，有啊。可是他就坚持腿要超长的那一种啊，他也很挑哎。粉丝就不挑啦。对，粉丝不挑，不过可是他是粉丝，他很疼粉丝。曾经就是有一次，因为我们就很爱整人，就对我把那个口香，我很无聊，我口香糖咬了一大坨，然后捏成一个爱心，然后外面撒糖粉，然后抹一抹，就说：“哎，粉汉这是很爱你的一个女粉丝，然后送给你的。”然后我们就说你要拍视频跟他说谢谢你，然后就是谢谢你的爱，对，把他吃了。结果他就很开心，然后那个女生叫西西，我们还说那个女生叫西西，还给他一个小那个纸这样子，西西，对，就他就真的拍一个视频。明天实在太好笑了，就是我知道他很疼爱粉丝，可是就是一直被我们利用这种方式骗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救他，骗一百次还是很好，傻傻的爱，我人帅真好。人丑性骚扰，对呀，对呀，但没有关系。但是我们靠的是我们的才华、实力，对不对？女生看见我们可能在人群当中不见得是突出的，不见得那么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，他也有可能会喝醉嘛。不是，就是这样子。什么话？哎啦，守住那一亩良田嘛，有机会你就可以耕耘啦。哎，对不对？哈，我一开始以为西西。是他朋友那个西西长得很漂亮哦，所以我就你对我朋友有梦幻，梦幻就脑海里就是哦，那个西西好好，赶紧。那西西胸部很大哦，对呀，这我们中末老中来崩汤测试，来来来。我们找本烫好友粉丝协助整人，经过一个礼拜的哀求，终于把本烫约出来当假男友见爸妈。因为你长得就很有安全感啊，不然他们不会死心，他们看到你可能就会死心了。你就帮我一次就好。竟然长得丑了，对吗？没有没有，你长得憨厚稳重。好了好了，都这样讲了。好，那我再发时间地点给你。男朋友来了，来进来坐，进来坐，请进，请来。狐臭的一身，不错，你的对象不错。不过我看你哦，有点年纪，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。对啊，我早上啊，有点火力的菩萨，很喜欢。他说你很有福气，跟菩萨打招呼。跟菩萨打招呼啊？对，菩萨，菩萨。哎，你现在是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？拍网络短剧。他跟电视上的艺人一样吗？算不太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我常常看电视嘛，因为综艺节目，尤其是中间的节目啊，好吧。它里面会常常有在玩游戏。那你有没有参与过他的节目？有有。对。那你都参与什么样的游戏？
参与什么样的游戏？我也是玩扑克，传扑克。传扑克牌？哎，刚好我们家里有牌，对呀，我去拿。那我们现在我就来玩。感情上，我已经把你扔进室里去了。那现在好，就是赶快，这次赶快给我打。太快了，对啊。哎，快是快，不然寝室整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来跟那个不算计算一下自己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跟星星的婚事，如果要赶快办的话，就给我的喜婚。同意。同意耶。那我们现在赶快来谈一下你们哦，啊，有结婚的细节哦。你刚才也听到了哦，你看到了哈，这还是你自己抹的灰哦，沈平都同意你结婚了哈。那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先跟你说一下，因为我本身啊就在福会工作，所以我之前应该有几个条例哦，你看一下。因为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啦，所以要在一起。那你看，我当初买这个塔位一个位置是110,000，现在110,000算你5,000了。110,000开始卖塔位？没有，因为我家没有在，就是我家不是就是住塔位。5,000而已耶，110,000哎！我看你这个样子哦，以后我有点担心了。不会啦。不是啊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习俗，每个人习俗不一样，对啊。好，我也不多说了，算你250好不好？可以吧？好，250。250，你在嫌贵，我女儿就嫁给你喽。5,200算你250，已经很便宜喽。我给50块就要你50块，那就算300啊。好，那赶快进去。啊，对了，要记得哈，跟你父母联络一下，赶快把你们那个事情定一下。对啊，赶紧一起出来吃饭啊！嗯，好好。那我们拍个照。好，对啊，对，来，纪念一下。好，来，拍个。1,2,3。看看这250，可爱。来，你来工作哦，小心一点哈。好。塔位办250，拜托是塔位门口吧？对，就一个盖子。你会觉得是很怪，很怪的，怪吧？这一家庭怪怪的，对，这家庭怪怪的，一下活泼，然后又一下叫我买塔位，对。可是你还是相信了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这个被诈骗成功，来，冲开天灵盖，来，来吧，来，给他压头，他有头保，没有头保，来，低点，OK， 好，阿林，对了，来，拉拉帮忙一下，帮他，来，大家一起来，同心协力嘛，预备，起，叫，压得很爽，好，以后要聪明一点，好不好？